小红豆，帮妈妈拿个纸，帮妈妈拿一张纸过来，好不好？帮妈妈去拿张纸，好不好？妈妈拿张纸来，谢谢你，拿一张纸，去给妈妈拿张纸。好，爬过去帮妈妈拿张纸呢，小红豆。要纸啊，拿张纸，妈妈擦鼻涕。纸，对，好，加油啊，加油。哎，对了对了对了，哦，谢谢。再把空调遥控器拿给我呢，空调遥控器拿给我啊。对对对，对了对了，好，拿给妈妈，拿给妈妈。哦，谢谢。看看我们小红豆有用呢，是不是啊？啥都能听懂了嘛，对不对？我来再试一下看看，拿个棉签给妈妈。棉签，棉签是什么？知不知道？就这个，擦腿，这么长的，擦腿的，棉签。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哪个是棉签？擦腿的，擦腿，擦蚊子包的。这个是耳机，这是耳机。棉签呢？拿个棉签给妈妈，去拿。认不认识啊？哦，对对对，对了，鼓掌鼓掌鼓掌啊！谢谢，太棒了，来奖励一个亲亲，嗯哇，太棒了，好，擦腿吧。哎，对，就是那么擦的，现在什么都能听懂了。哦，给我来擦。哦，好，谢谢。我们就是不会说，听都能听懂啊，非常棒。又在床上打滚去了。Hello， 啊，嘿，哈，嘿，哈，棉签，宝宝，宝宝是哪个？哪个是宝宝？指给我看看。宝宝是哪个？用棉签涂一涂，哪里有蚊子包涂一涂。